Unit 2, Talking about Age and Animal Science. Text 2. 一, 问年龄。你多大？我十八岁。你呢？我也十八岁。你几岁？我六岁。您多大年纪？我四十岁。您高寿？我九十八。二，猜年龄。他是谁？他是章子怡。你猜他多大？我觉得他三十岁左右。觉得 think 左右 about。I think she's about 30 years old. 我二十岁左右。你二十一岁吗？我不是二十一岁。你二十二岁吗？对，我二十二岁。三，猜属相。2010年是虎年。白大龙1988年出生，属龙，今年22岁。比尔盖茨1955年出生，属羊，今年66岁。四，制作个人信息卡。姓名李伟，年龄，电话号码，身份证号，护照号，车牌号，门牌号，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 What is his phone number? 他的电话号码是82303671。 His number 一。We often pronounce 幺 in the phone number.